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太太李佳芬下午现身了，他们在云林投票。前往投开票所的路上，一路跟乡亲打招呼。夫妻一前一后确认身份，手部消毒之后，进入盖票。韩国瑜在这段期间，可是全台北中南东四处走透透，是一名相当活跃的助选员。他自称是绿叶，要陪衬候选人是牡丹。我们当拉拉队。 最重要就是把候选的特质、优点、才华介绍给所有的选民。那拉拉队要扮演好拉拉队的角色，这个光环全部是候选人的。所以过去48天来，我都扮演好这样的一个拉拉队的角色，绝对不跟任何一个候选人去抢他们的光环。我们是绿叶，候选人是牡丹。 不管是最佳助选员，还是陪衬牡丹的绿叶，选战结束，今年投票之后就等着成绩揭晓。好，把时间交还给彭内，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